些关注。先点赞，欢迎大家，欢迎用户。这怎么拉腿？直播没法拉腿呀、啊。直播没法拉腿啊，兄弟们。穿高跟鞋声音太大，是说这个地板的声音吗？地板吗？还行啊，还行啊。欢迎番茄炒蛋，欢迎大家，谢关注。净身高也是蛮高的，也不矮的，兄弟们。我这高跟其实不是很高，这高跟对我穿着就感觉像走平地一样，就这高跟我已经穿得很习惯了，一点都不高。大家可以看看喜儿心愿上的小礼物，触发一下我们那个喜儿小被动，谢谢，谢关注，欢迎番茄炒蛋，谢分享，谢大家分享，谢谢送喜儿的心心，欢迎条条哥，好累呀，蹦跶的我好累，兄弟们，欢迎 A。怎么大家就对短发女生这么感兴趣啊？今天莫名的，你们点在哪里？点是因为我穿了成套的衣服，还是是发光的，还是是短发，还是是裸色的鞋子呀？兄弟们，今天你们喜爱的点在哪里？没有剪头发呀？没有啊，没有剪啊。哎，有点累。今天的点在哪里啊？接胖头鱼入团。欢迎天意，口罩吗？口罩不算吧。谢谢叶之秋，口罩不算，口罩很久了呀，口罩很久了，口罩一直都戴呀，就口罩已经不是什么话题了。